主来兄弟姊妹平安，咱感谢上帝，老医生牧师给予有予咱一个也好的信息，有关于到陈以利。陈以利怎啊伫遐选择要跟地主呢？伊予咱有两个重要的点。头一个，陈以利有选择到伊要忠心侍奉主。第二个，伊选择伊要倚靠伫主内面。咱感谢主，伊这个第二个预兆，也是有关于到陈以利。毋忘咱今仔好好继续学，继续爱知影，有伫艰苦的时阵，也是伫问题的中间，咱要怎啊选择要跟地主，要跟地荣耀咱的上帝。多谢。今日姊妹平安，多谢您邀请小弟，搁一摆我通甲您分享上帝话语。前个月咱有讲到但以理书第六章，希望恁有时间看但以理书第六章，因为咱应该咱真重要，咱知影这个上下部。前个月是头一部分，今日是第二部分，咱的对白。是艱難時刻，始終保持勇氣。然後，我們頭一個重點是選擇時鐘，忠心的上帝。但以利雖然在這個時間是差不多85歲，但是繼續在那裡忠心跟隨上帝，繼續在那裡侍奉上帝。然後，我們第二個重點呢，是選擇時鐘慎重甲依靠上帝，但伊哩虽然经历着真侪款的痛苦，当因伫巴比伦，还是伫波斯的各王国，但是伊将遮挑战当作一个机会，通有法通搁较亲近巴耶上帝，搁较有法通甲上依靠上帝，有。在那裡重振在伊的生命里面，因为安尼，咱看到单一哩有美好的这个定性，所以王国就立伊伫哩土国，因为安尼吼，有跩歹人玩到单一哩，因赶紧考虑想办法。再要伤害陈以利，因走咗国王立一条坚定的禁令，30日内无什么人，那伫王以外，啊是乡神，啊是乡人求什么，就得甲天地神啊祈祷。即你知影陈以利创什么无？但伊哩继续祈祷啊！伊赶紧倒去家内吼，伫遐跪落祈祷。伊知影伊创安尼是危险，但是伊知影伊无祈祷是更加危险。亲像这个 George Mueller 安尼讲啊，因为一日无祈祷吼，伊就是这个伊的心灵的血液的刺激。另外，迄个会清气，所以真重要，咱就继续记住，无论什么款的情况。所以，咱看到第16节吼，因为这个王看了弱势咯，伊无法通创办法咯，所以下令，人就将单伊哩带来。听的三样基调，王对陈以利讲的真趣味的看，注意看这个吼，因为王听陈以利啊，陈以利讲啊，这个王讲什么呢？伊讲你所想侍奉的上帝，伊的确救你，
看天王可能开始的相信单一的一上帝，因为单一的底下真忠心，表出了对上帝的勇气，有真多情况的上帝显明了伊的权力，甲伊主管的单一的生命中。这个王在是有听见，伊也是家己看见，所以才我通讲，你所想属乎的上帝，的确伊的确救你。咱今仔日第三重点是选择时钟，将所有荣耀归乎上帝。你知影为什么在？怀歹人，阮都等伊，是因为因家己要伫荣耀啊，因是为家己立活，但伊哩是为上帝活。当一个人为家己立活的时阵呢，伊会高估家己，伊会自我为中心。你会记得单依哩，当伊听到王看了律师的时阵，伊赶紧创什么呀？伊讲赶紧祈祷，因为伊唔是家己啊，伊是讲伊是专注的上帝，甲上帝的荣耀。单依哩选择继续要重新。心中及何上帝得着老祖的荣耀，因为安尼，咱知影上帝的保护。咱看但以理书第六章18-19节，王到去夜空中的时阵，鬼迷金甲，无人推乐器到伊面前，并。伊无法通困，直接看到第二天要光的时阵，王就起来，赶紧向西亚基遐去，然后林军骑兵爱下呼叫单伊哩。伊对单伊哩讲：“应承上帝仆人的单伊哩啊，你所想属奉的上帝，能救你脱离死亚吗？”你看单伊哩，伊哩讲：“我的上帝，切见书卷，封着死亚的嘴，叫死亚无伤我，因为。”在上帝面前无辜，因为我在上帝面前无辜，我在王面前也无惊过亏损的事。我相信你有捌看到，但伊哩当伊在西亚的道位，亲像这个道位哦，底下有这个天使保护伊，但是我较爱这个道位啊。看到哦，怎么等你看到这个圣人，王在风中拥有所谓丰富的物件，但是伊无法通讲，但是单伊哩在西亚境中，底下困得真眠，唔但系困真眠哈，伊将西亚当作伊的枕头，甲伊的抱枕。第23节。王就真欢喜，凡夫人将单衣哩对起来掀起来，就你看到这个无，伊心定毫无损伤，因为心可以的上帝，很水，
这个阿孙，因为伊辛苦伊的上帝，也是这个咱大心咱的全力的上帝，耶稣伊予咱送去性命呢，也是咱的一个亲戚朋友，上帝用恩伊送去性命，咱要继续辛苦上帝，咱就会记得上帝。伊的旨意是完毕的，咱有法头完全信靠伊。这个人安尼讲，协助咱，通信靠上帝来拯救咱的灵魂。那为什么咱无通在日常生活中信靠伊呢？我真想。跟人讲哈 ，stay healthy, stay holy, so that you will truly be happy。保持健康，保持圣洁，通得到对上帝来真正的幸福。别人安尼讲，钱唔是万能，但是无钱是万万不能。事实上，无上帝。这是千万不能的。当咱无选择甲上帝同行的时阵呢，咱亲像咧向上帝讲：主啊，我无需要你，我无需要你的祝福，我无需要你的保护，这个是大错误，大唔对。我本身。写一个笔记吼，作为回忆嚟个吼。我讲，我今日所做嘅所选择，会影响我明仔嘅心事，也会影响到我将来嘅心事啊。有你知咩？咱系咩？选择继续忠心的上帝哦，咱就特别的选择啊，唔是一摆选择就够嘅咯，是特别的。哦，咱就每早起要祈祷的时阵，主啊帮助我，今仔日我要选择跟随你，然后咱就跟上帝讲，我选择要继续成长，完全依靠你，无论什么代志发生，然后主我要选择。将所有恩要归乎你，这个是特别的选择。当咱安尼做的时阵，咱会高估上帝的名，别人也是高估上帝的名，看到咱主啊，忠心跟得住。你看，这个大利王，伊家己高估上帝的名。你看第26章，伊安尼讲：现在我甘知小如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，就伫单依你的上帝面前坚定抗拒，因为伊永远忠存的活神，伊的国永远袂败坏，伊的官兵永存无极。然后伊个讲什么啊？一个讲，伊庇护人，搭救人，伫日常，伫天顶地下施行新业技术，救了但伊哩脱离山野的厝，也是哦，看咪王啊，王，家己高估上帝名，伊个唔但系高估上帝名，伊个叫伊个人民高估上帝名。你知啊？你若读单伊哩书，你会看到差不多第达州哈，差不多第达州，你会看到有一款个模式吼。头一项你看到上帝用阮个子民伫遐，伫一款个情况下。了，你也是看到上帝和伊的子民哦，经过考验，也是试探，也是试炼。
然后上帝加强要怀选的忠心军队，然后上帝的名拢受信徒甲无信徒的人哦，高举甲称赞。今仔日咱所经过的这个逼迫，哦，这个疫情，敢唔是安尼吗？上帝用阮咱的这款的情况，伊也是爱咱继续挑战，是一款的考验。但是恁谈袂记咧，伊伫遐要帮助咱，伊会加强咱，让咱继续选择忠心跟随伊，忠心侍奉伊，忠心伫遐继续成长，完全依靠伊，要将荣耀拢归乎伊。啊，你看到上帝的名会得到高举，会得到荣耀。有时咱真久咧侍奉主咯，有时可能咱会感觉到诶，真少诶结果，还是无看到结果。但咱唔通灰心，伫苏格兰、斯格兰有一位年长诶牧师，伊真忠心伫遐咧侍奉主，然后一日教会诶执事。甲伊讲话，这个执事甲伊讲，牧师啊，我刚苦心甲你讲跩话，但是咱亲像今年，你的事工有问题啊，因为伫教会内面，伫一年内面只有一个人加入教会，嗰是一个囡仔，有咩囡仔？这个年长的牧师。去拜日讲道的时阵，悲伤沉重的心，讲道，讲了，伊继续伫教会内面伫遐祈祷。你伫咧想主啊，是毋是我着退休了吗？是毋是我即阵你无咧祝福我的工作了吗？然后无多久阵，听着声。原来有一个囡仔伫教会，又阁有一个囡仔。这个囡仔是名做 Robert， 牧师在问个 Robert， 你是咪又阁伫遮？大家人离开了嘛？有啥物代志 ？Robert， Robert 甲伊讲 ，Robert 甲伊讲，牧师，我实属呐努力工作。我有法通可能真做一个团队人，还是真做一个宣教士。有一段时间安静，牧师，这个人中的牧师老板，有一些开除讲 ，Robert， 你讲的话，伊伫了我心内悲伤痛苦。我现在在看到上帝的手咯，是啊，你会真做一个忠心的团队人，还是宣教士？你知啊，这个囡仔是谁啊？不，这个囡仔是 Robert Moffat。Robert Moffat 是非洲一个伟大的宣教士，这年长的牧师。解释，伫上帝的眼中是包括 Robert Moffat 的非洲伟大的工作。亚弟姊妹，我唔知啊，你阵心情是啥物？可能你伫教会真久咧侍奉咯，可能你是咧教主日学，还是你伫锻炼查经？可能你无看到真侪价值。还是真多结果，咱唔通灰心，主要要继续忠心，跟得住，继续忠心侍奉主，咱唔通受你罪孽咯，你能受你也无法通去别个断断恶因咯，无紧，
因为伫教会内面，也阁有真侪青年人，也阁有真侪职业人，你有法通影响因，栽培因起来，帮衬因，请因食这顿，要甲因讲关于福音，甲是甲因讲关于这个栽培门道，甲因讲关于马太福音二十八章。佮伊讲，恁要去何万人做我的门徒，做耶稣的门徒。因为耶稣真正来世上，是为着予大家人听着好消息。但上帝拯救但以利对撒亚的见证，但是上帝予耶稣丧性命。是为着你，为着我，予咱有法通将伊的福音传予更加多人，予咱有法通接着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，圣灵伫咱的心内，即阵充满咱有法通活着一个圣洁、得胜、基督徒的生活，才有法通。继续跟随耶稣，我们能继续在那圣经完全挖苦他，我们能继续在那将应用归给他，然后这样做的时候，信主跟无信主会看到我们的生命会高举称赞上帝的名，愿应要归服，咱最近则庆祝国王节。我相信这首是恁真实的，因为伊活着，因为伊活着，我咱通面对面下哩。因为伊活着，咱无够强呀。咱来撒个祈祷，我的天父，我的上帝，主多谢你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。你得胜，阮也是得胜。主帮助阮，借着耶稣基督伫阮的心内，阮会存着一个勇敢的心，予阮真是活着一个得胜基督徒的生活，予你的名得着荣耀。阮来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亚弟子免由我用几句伫遐来少念到叶二兄吼，叶二兄甲美容师是上帝所用的一对夫妇来开始咱的Joshua甲妇女的团契，因所留落的印象是人看到因怎啊伫遐。热心、欢喜、忠心、侍奉上帝，对因来讲，每一摆咱有举行咱的约书亚甲妇女的团契呢，是看咱迄个日子咧敬拜，咧阿罗上帝怎样对咱满有信实的，咱第爱的纪念是因。伫每一摆侍奉上帝是怎样呢？是伊因帮助人啊，帮助人鼓励教会的兄弟姊妹，伫遐忠心去侍奉上帝。咱要怎啊伫遐笑点因呢？因就是咱欢喜感谢主，欢喜伫遐每一摆会记得因的时阵。咱伫啊，继续好好来侍奉上帝。我相信叶二兄甲美容师因所爱咱，特别伫咱约书亚甲妇女的这个团结的兄弟姊妹，当继续伫啊追求主，继续伫啊认捌主，继续诚实会晓跟地主。咱来三个祈祷，听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
我相信业余兄现在甲美容师是伫你的中间哦。我相信主因所留予阮的这个印象，就是伫遐教阮继续为主来活，为主来侍奉，用热心、忠心伫遐来侍奉上帝。所以主啊，阮祈祷，阮的Joshua 甲普渡的这个团结，会兄弟姊妹，会晓逐日选择要为主来活，选择要正做主的门徒，来顺服主，来伫遐侍奉主。愿主耶稣的恩惠，上帝的听谈，圣灵的感动，甲咱每一个人三个之内，对今仔开始，到迄日搭主要过来的点钟。阿门。